6月17日晚，孟晚舟罕见发文，内容却与商业无关，而是为同父异母的小26岁妹妹姚安娜庆贺。她这样写道：美好总能慢慢沉淀，芳华总会静静开启。不得不佩服的是，孟晚舟确实是才华横溢，可以感受到文字里都充满了力量。妹妹姚安娜主演的《海边升起一座悬崖》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短片金棕榈奖。孟晚舟和姚安娜虽然是同父异母姐妹，年龄也相差26岁，但一点不妨碍他们互相关心，互相鼓舞。孟晚舟回国时，姚安娜也激动发文为姐姐骄傲。据悉，姚安娜在出道后，那句大家为什么喜欢姐姐不喜欢我引起了一些争议，又因为姐妹俩成长方式的不同，经常被拿来做对比，引发两人不和的传闻。但姐妹俩这一互动，孟晚舟的这一暖心祝福直接打破了这些不实传闻。